一唔该，我哋身边人详细做有落乜？读书我被炒股嘛，唔使为为多几差。叫规定限流个半人员，应该是连锁接头。消防队今麦已经介入调查，伤病有问题。不管这伤病是不是有问题，也下回再重新了解。外公，这许国荣的产品介绍书，真正有问题啊！所以当初就把你写伤病搞啊。我们就是我讲的华侨，你明明是把他带出去做炮灰嘛！伊无做炮灰，什么做炮灰？伊就是爱我打钱，甚至爱我用我钱都赔你。还是讲你希望对应公司拢对你赔偿啊？你俩卖乌外国股，哪有代志？你已经跳进去黑暗坑了嘞！你啊，真正老头，就算我跳进去黑暗坑，我嘛不敢，点点等一下我们，其他代志我不打，别打你个打。永远永远，人家钱你不收。